抓三个哦。好，在哪里？啊，我受不了了。
抓三个哦。撑完，哎，继续抓，准备，开始。放弃吧，好，准备开始。赖浩宇结束了啦，赖浩宇，你听不懂话哦，结束了。预备 ，Go！ 预备，开始。哇！我这一组很刺激哦。三路为什么是两步？
外一场攻哦。来了，还有那一场吓吓他，外场打。你要哪一边？你要做确实啊。攻，你要平的。现在可以打了，差一个人而已。准备，你不要正后方，不要正后方。不行，这条路被挡住了。从他附近过，外侧，你不要从他头上过，你从外侧过，攻，攻，好球，正后方你们连对偏一点，再往靠近他，你的球靠近他，攻。正面打，那一场攻哦，都在你面前了，攻，不要太远，不要太远，好，看球，看球，跑太远了。失误就好啦，要球，两个攻击手要球，要球，冲突往前冲，打出去，没有，你只负责发球而已。你还退那么远，然后又会乱丢，不要伸手。好，准备。一个，不要平了，给瑞珍个机会啦，很久没拍到他，快点。